来，吃青汤。哇，够炸弹都来，来够啊够啊！来来来，签再签。就当是丢，吃这啊，我去倒的。这样这样。你是当时丢啊？借问一下，啊，你是倒一间当时丢？敢有伫个迄上市五百间的企业内底啊？伊是盛发集团的当所长，我是伊的太太。盛发集团，你应该有听过啊？哦，安尼啊，哦，是我永远不是泰山的哦。哦，原来这两个。就是动物园公司的头家娘甲头家哦，嘛都是赵汉弟的爸爸甲妈妈。董事长，董娘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请问你是？哦，我。特别讲啊，啊，我甲皮哦，不是波兰关系啦。领导做伙啊？不是啊。讲屁哟，有男朋友？哼！我廖尊讲，你对陈振辉偌专情嘞？李先生，请你唔通胡白乱讲。就当事长，伊是董宇的爸爸，啊，即阵仔因为董宇的关系，所以暂时住伫阮家，就安尼尔。就当，就夫人，请你唔得。原来你是李经理的爸爸，你好。李经理既有才能，而且嘛真认真，是真好的人才。啊，知影有才能吼，唔得霸掉，干来用嘴讲以后无路用嘛。啊，都加薪啦，加薪较实在啦吼。就当啊，其实哦，应该是我先去甲你说多声才对啊。若唔是有你，我即马人哦，唔知影伫倒位咧。人平安上重要。是啦，也毋过可惜，迄骗外人已经毋知影走去倒位啊！伊个朋友比起来找无人，我嘛毋知影要去倒位问讲，到底是啥要害我的？其实外好的方面去想啦，种代志一概无成功，应该袂有第二概。李红，你讲对无？对啊，绝对袂有第二概啊！江小姐，其实今天我甲丽红来过一件代志。人咧讲，冤家宜解不宜结。哎呦，到底是安怎？是怕你公司咧过生日呢？开门啦！还是我去开门。等等你，林队啦，林队。姐妈妈，你哪来啊？董连杰，从今，大兄，啊，你甲大嫂哪来遮？你先做来。啊，当然是因为阮冠杰啊，啊，都姐你甲我讲，冠杰即马哦，住伫江边因这个烂高高的公寓啦。哎呦！唔是住家啦，是住咧厝恁个家起个家厝啦。哎、欸，比家个破呢，而且哦，佫无冷气通吹，眠床佫无够啦。啊，唔是困碰椅哦，都是困咧行军床啦。碰椅行军床。嗯。而且我跟你讲哦，佫三个查甫人咧客做伙呢，有个人哦，迄困平一摆，啊唔是哦，咧咕咕叫啦，还夹嘴去紧啦吼，佫无爱洗身躯，衫都无咧换咧吼，住伫遐哦。大家都在想接我，你知影？是谁啊？谁人安尼接我外好心啊？搁看什么破衣行军床？你讲，就是一个叫做李天贵的人啦。李天贵，伊是谁啊？伊这么人在倒，我要把伊带入去海底去吃鲨鱼啊！对啊，
哇，一块你欠几哦，真正有够可呢！我今毛都随天来去找伊啦，我随来。李天贵，李天贵，李天贵，上来。家里的呀？干屁哦！你嘛是有囡仔的人呢，你敢有当将心比心，帮阮冠杰耍哈？啊，你着买啥物件回家？这是就当署长因查来。哦，我都想讲哦，你要哪会知影爱买这物件，给阮囝吃啦？啊，大兄，啊，你甲大嫂是为了啥物代志来找甘佩瑶啊？啊，其实今日来是丽红要向江小姐认识的。啊？周夫人要来跟我认识嘞？请问是倒一件代志啊？是当年跟我摔落楼梯，害我家破人亡，还是后来跟张若元联手做伪证，讲是我家己摔落去的？啊！是我去照顾头家妈的时阵，恁无赖我讲偷摕物件，啊，佫对我下下药啊！啊！啊是最后是给小春避死逃咯，请问是倒一件？江屁哦，你莫得意，向你回事的是一时，我甲你的恩怨是一世人。对红，我已经来了。屁哟，过去一切你刚才所说的每一项事情都是我不对，我今天心心心意在这里向你回事，请你原谅我。今天雷鸿是诚心诚意来跟你认识的，虽然这句实在无法改变已经发生的代志，也不过请你了解伊的心意，伊是真心的反省，我嘛希望你能放下过去的恩怨，原谅雷鸿。过去代志已经发生，再去追究也无法改变。周夫人，你的道歉我收到啊，我讲原谅，我做袂到。我敢会当讲，我这世人永远拢无可能甲你是朋友。我嘛是真心希望，咱两个以后莫阁有任何交集。大嫂竟然要跟江佩瑶和解，到底是发生什么代志啊？你跟我要紧，来了，哎来了，哎，小姐，你跟我要紧，你是冒犯吗？是吗？你跟我弄过？小姐，我知你跋倒已经足痛的啦，啊，问题是我脚踏车开呢，我拄要过车路，你家己就安尼弄起来，我搁叫你惊着呢。明明就是你弄着我呢，哪得呢？报警！你别走哦，哪不我就告你肇事逃逸。小姐，我是好心提醒你，上好卖报警。啊，哪无警察来，这监视器画面一调出来，就知影讲是你唔对，到时阵是你家己加歹看。是啊，副总，拄只明明就是你家己无说哩，点点啊！我的包包受伤啊，不要我。
这位小姐，自头到尾我拢知影讲我家己无做唔对啥，我真白人徛伫遮，迄是因为我今日讲你人有受伤，所以我关心你。啊，不过你煞继续咧无理取闹，我即马真正深深的怀疑咧，有种诈骗啊，就是迄车安尼开过来，有人个汹涌走出来叫车弄，迄种诈骗，迄叫做啥？叫做叫做炮神。谢啦，副总。对对对，就是碰瓷啊！之前我捌在新闻看过，想袂到今仔竟然叫我亲身拄到呢。我想今麦应该报警人是我才对啦。你唔知影我是啥哦？你安尼问我，我敢有必要知影你是啥？无怪你干那会当骑卡踏车，今仔日我就予你这社会底层人士长见识。我是全台湾房地产上尊贵的小公主，盛发集团的副总周珍妮。我被哪有可能做这么碰瓷的代志？马德琳，名片。哦。等去把我的名片好好放伫你的桌顶，加看一寡新闻还是杂志报道，你就会知影你是顶世人有小好兄，今仔日才会到安尼甲我讲话。无想要甲你浪费时间啊！马德琳，曼啊，我不会跟你合作啦。盛发集团的台湾名声真好啊，因为客源我也看过，写得足完整。我不会跟你合作，一定有我的理由。台湾公司这么多，咱嘛不一定要用因啊。不过进前阿咪记者盛发集团啊，公司内边有几种副总啊，我看这间公司一定乱七八糟的。前一阵仔甲丽凤的感情袂歹，所以因为江小姐的代志，和阮翁阿婆感情产生矛盾，希望这束红玫瑰会当化解。我来看花艺。你搁甲张若昀有来哦？是你想安尼啊？我家己妈。珍妮，真正不是你想安尼，妈会甲张若昀联络。你是不是要甲我讲？是伊对你高高低，妈，我唔是三岁囡仔呢，你明明就会当甲伊封锁，还是甲伊联络方式牵锁啊？你只要动一个镜头，就会当解决的代志，你想做不爱做？代志真正唔是你想安尼啦，我有我的原因。你拄则是唔是喷香水？你两个人是唔是要去约会？唔是约会，啊，你是要去躲？是讲，只要不是去饭店，对你来讲拢无算是约会。周珍妮，我是你的妈妈，注意你的态度。我的妈妈，你搁知影你是一个妈妈？唔对，你唔免知影你是一个妈妈，你应该爱知影的是，你也是别人的太太。周珍妮，你莫想超过。你今仔日若是无解释好清楚，我就去甲爸讲你有外遇。周珍妮，你要打我？好啊，你打啊！因为我知影你会打我，是因为你做大心虚。珍妮，你现在袂当讲相信我一解。我把相信过啊，不过顶面你是安怎甲我讲的？